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愿继续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先来讲，因为观自在菩萨，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到底要怎么观无我，要从哪一点开始做起。实际上在生活里面要怎么观，先来讲这个。我们先把这个人想一下，观自在菩萨。复习一下。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如来真佛，度一切苦厄。后面是我们讲到舍利子，是不异空，空不异色，以后就是无蕴皆空无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因为《心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华那所以它是含摄了很多很重要根本的道理在里面。那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了解从这个般若经里面去理解这个是文字般若。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起观照般若。起观照然后证得实相这个是观照然后见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是这个以。一文字起观照，然后证实相。实相就是无蕴无我。所谓的实相，就是无我相、无缘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你只有证得实相证得无蕴无我，你才能度一切苦厄就是生死轮回得解脱。好，那现在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无蕴无我是。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无我？怎么样训练？那我们来引几部经好他说我都没有看书，我看一下书。好，这个我们上次有上过。这个好，我写一下这个也是上次上过的杂含五十八经。杂含五十八经里面提到这个有比丘问佛
何所知何所见，何所知何所见，尽得肉尽。比丘问佛：何所知何所见？尽得肉尽。怎么样可以啊断尽这些烦恼啊？我怎么样去修可以断尽烦恼？好，那么比丘啊，这个佛告比丘，这个上次我们也说过啊。那么诸所有色啊，他说你要这样观诸所有色啊。我们还是引起不精，然后我们再来讲啊，诸所有色。那讲到色，后面就是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它应该是没有错。若未来，若现在，若过去，若未来，是若现在。若好，若成，若胜，若劣，若内，若外，若出，若喜，若内，若外，若出。若喜，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好丑，出戏眼镜。若喜，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内外啊，出戏好丑眼镜啊，若好若丑，又圆又镜。啊，等一下我们就实际来观一下，若好若丑，若圆又镜，若好若丑。若远若近，那彼一切皆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彼一切皆非我，异我，不相在。好，把这擦掉。这时候我们稍微彼一切。现在就是这五组观法啊，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好丑、出息，内外出息好丑有尽啊，一切皆非我、异我、相在、不相在，非我、异我、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啊，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如是观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这样观察，那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是比丘，那么如是见即得若见，比丘如是知如是见，即得若见，很快就能够断尽烦恼，证道无果。好，这是其中一个啊，杂含是八经，另外。那么在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再有一部经好杂含二十三起经，我们还是把经先引出来，然后再来看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观，实际上怎么观，第一步怎么修，第二步怎么修对了，大家听回去还是不知道怎么修就可能有这个杂含二三七经，不过我们还是要引进杂含二三七经瑜伽长者所问经，我叫我大长者
他讲啊，这个问世尊，世尊，就瑜伽长者问，何故有一比丘见法不涅槃？他在问他，为什么有的人听法了之后就可以证，有的人听法了之后不能证？就这些，何故有一比丘见法不涅槃？有一比丘不得见法波涅槃，不得见法波涅槃。那么好，这个是瑜伽长者问的啊，佛回答啊，佛告瑜伽长者，佛告长者。演示一次，演示一次，爱念难着啊！找到问题的重点来了，爱念难着。那么禅意一次。为彼夫故，若彼取故，不得见法波涅槃。禅意是，为彼夫故。我们这样念一遍，念一次啊，久而久而我们会熟悉，然后以后我们在念的时候，再来读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反复验证这些东西，那你就会比较清楚。一开始听，因为我们比较没有在读阿含经。我们读的都是阿弥陀经啊，这个药师经、地藏经、普门品这种的，所以对这种道理，那不管是药师经、普门品、阿弥陀经这种，都是祈求救济的，就是强调菩萨的威德力的，不强调法，强调佛跟菩萨。所以心向着要转换过来，有一点点不习惯，没有思维法的习惯啊，所以我们稍微一定要做转换啊。那没关系啊，一开始听不懂没有。其实我刚去福建读书的时候，很多我也听不懂啊，真的。但是就是这样听，这样听，慢慢学，现在慢慢懂啊。一开始不太听，一开始连我师父在讲话，我师父是河南人，他讲话口音，他骂我都跟他在骂我声啊，真的。我都听不懂他的口音啊，但是还是听他，他久就懂。佛法也是这样，所以熏习要休息，多休息，要烁烁思维，要是闻思修，就常常熏习啊。我是读了大概将近三十年才懂，你们才跟听我讲过几次，哪有可能这么懂？那么厉害啊！所以要常常听，常常听，但是要转换。我们对佛菩萨的祈求，转换成我们对佛法的深入啊！一定要做这种转换啊，不然你就常常在入门的阶段啊，就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为彼那常常听这些经文啊，为彼夫故啊，若彼取故，不得见法涅槃。那反过来就可以啊，那我们就不写了，不得见法波涅槃。好，那这个啊，它这里重点啊，基本上还是讲到啊，就是你要观这个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啊，若念若外。等一下我们会观啊，那这里的四周。你对这个法里面有一个，就是你能够见法不能够见法，在你的心有爱念难着啊。那么意义这个是好，那因为这样你不能见法波涅槃。好，那我们再来看啊，等一下啊，那这个什么意我相，我相意我不是我相加那种就不用讲了啊。我们再来看啊，再补句。那么。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啊，那等一下，就是我们讲这个舍利佛的啊。那舍利佛曾经啊，就是
们讲简单的，这个经文太长了，我们就不讲这么多。舍利弗曾经告诉比丘说，就是你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就我们等一下会有这个经，所以闲下好了，杂览四九三经，杂览四九三经，它的重点是舍利弗告诉比丘，这个是舍利弗说的，若阿难若比丘若于空地林中树下，阿难若就是阿难若，若阿难若比丘若于空地若于林中树下，若于空地林中树下就是一般场合独一进出刚坐是谁念智观察思维刚坐是谁念智观察这个就是内观等一下我们教大家怎么观念智观察思维一般我们常讲内观内观思维什么呢这个是重点心中自觉有预想否做一个心中自觉有预想否这是第一个观察那第二个观察是我们停在这里你是十这两个一心中自觉有预想否教你，如果你有预想的时候，你要怎么做？第二个是，那么如果你这个我内心中，如果你操作了之后，等一下会教他怎么观你第二个就是，我内心中为离与否，这个就是阿含经常说的有贪痴有贪，无贪痴无贪那这个过程。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好那这个是第二个重点那现在我们来说那这个我们就抄掉了大家抄起来就看看自己的那个看自己的笔记那我们现在来讲所有的烦恼就是所有的苦度一切苦厄所有的苦来自于业所有的业来自于烦恼那烦恼到底怎么来的如果我们从缘起来看烦恼的根本是无明跟贪爱那无明贪爱怎么升起的就是怎么样夹杂着无明跟贪爱所有的烦恼都夹杂有无明跟贪爱那无明跟贪爱怎么样如何起烦恼那这个佛法里面我们来讲就是五蕴根尘根尘湿合合生什么生畜俱生受想思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事是了别作用了别这个受我们说过这个受是情感的作用情感的作用那这个想是认知的作用它就是印象它就是感受它就是印象取向这个思思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对一个境界的反应它是意志作用情感认知意志这个在哲学上叫做知情意那么这个就是反应我们对一切境界的反应
那重点啊，色受想行识的重点在心，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是五蕴啊，这个是色，根尘是色啊，就是内跟外，内跟外，这个是识，这个是受想行，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是行。那所以其实五蕴就是这样。好，那当然你可以从六处看，可以从这八界看啊，但是我们从五蕴看就是这样。那重点啊，受想思这个是造业的，但是这个是具身的，就是受，重点在这个受。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重点啊，我们说过这个三种思维，大家记得吗？哪三种思维？如意思维。专精思维，是受受思维。好，那经典里面你常常会看到这个佛弟子请佛说法，请佛为我略说我法要，我闻法后独一进处，专精思维，不放一处啊。那这个我们给他说是啊，就是好像刚才啊，舍利弗，若阿兰若比丘，在阿兰若即进处，若于空地，若于林中，若于树下。就独一进处，专精思维，内置观察啊，要内观。好，那现在教大家怎么观啊？怎么观？现在问题的重点在，因为五蕴啊，现在你看五蕴啊，好，那舍利弗这个是我内心中有蕴佛，有等下再来写。好，五蕴无我，并不是我们听一听就无我啊。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早证阿罗汉了。就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它必须要有过程。那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习惯，我刚才讲过，我们习惯，而且我们重点在感受啊，就是情感上的作用比较强，我们情感的作用比较强，所以包括我们在做法会，我们念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情感作用比较强啊。那就是，但就是身心里面啊，其实。重点在观心，心主要有三个受想行，重点在观受，就是从受入手，基本上是这样。好，那它可以观，就是见你讲的啊，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啊，若内若外，啊，若好若丑。那过去、未来、现在，可能过去是比较啊，释迦佛有讲啊，他还没成正等觉的时候，他观察自己的心。在过去的比较多，在现在的比较大，在未来的我们回想过去的比较，就是单念过去，执着现在，希求未来，单念过去，执取现在，然后希求未来啊，大概心都在这三个层次。那么对于这一些感受啊，我们来想，就是说受，我们说过三种思维啊，就是如理思维。专精思维就是专精的如理思维，专精的如理思维，先如理思维，然后专精思维。那专精思维是可以如理思维之后，所以要专精的如理思维，维持如理思维，然后要烁烁的专精如理思维啊，就是持续啊，烁烁思维，烁烁的专精如理思维。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通常很少做观察啊，包括你很少去观察你的内心的状态，很少去观察。那现在你要学会，因为我们只是一种，大部分我们做功课或是念经念佛拜佛都只是情感的投靠啊。那么我们的对象是佛，是菩萨啊，那我们很少去观察你的内心，我们只在乎啊，专心远远专心，但是没有做思维这一部分啊，那就是我们的觉察能力比较弱。我们要培养三种力量，你才有办法关照这个身心。先不要关照什么，就单单关照这个五蕴的这个受啊。那么你平常没有这样做，你不习惯啊。就好像你平常听的那些经跟听这个经，你都不习惯。好，那。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我们少了这个觉察的能力。觉察，
觉察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起烦恼的时候，像舍利弗这样讲，你心里面有烦恼，你知道，有些是知道是知道，但是不晓得这个烦恼是怎么升起的。这个烦恼是里面的烦恼、表面的烦恼，还是全面的烦恼？你不知道啊。我们刚才色心，因为烦恼是一种心啊，它是一以过去的、一以未来的，还是一以现在的？它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表面的还是里面的？它是烦恼是粗的还是细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殊胜的还是恶劣的？那个远跟近可能就是它是清楚的还是模糊的，那么就是它是比较清晰的还是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比较模糊的啊。这个我们如果讲若远若近可能是这样。好，那么你必须做种种的观察。那一般我们没有这种习惯，你第一个要培养的是觉察的能力，然后再培养专注的能力啊，然后透过专注跟觉察的能力，就培养所谓觉知的能力啊，我们叫觉照。觉知就是带有智慧的专心觉察，因为一开始觉察是还没有智慧的识别，没有，它单单就是觉察，觉察就是你发现小偷进来，发现小偷出去，发现啊烦恼进来，发现烦恼出去，发现你要先有这个能力。一般我们没有，一般我们即使知道我们有烦恼，只是初知道有烦恼，不晓得烦恼怎么来，也不晓得烦恼怎么走，那不晓得为什么起这个烦恼，也不晓得怎么消除这个烦恼，完全都不知道啊。那所有的心念不外乎都夹杂的贪爱跟执取，不管你起什么样的心念，你不外乎都是贪爱跟执取。那么这一些都是属于烦恼的，都是跟杂染相应的。那依阿含经的说法，就叫做无明相应处。那现在啊，我们一步一步来啊，就是今天回去你就可以练习啊，就是说观察啊，就是观照。简单讲，观照要先觉察的能力。那就是不太，就是你也不太辨别的，就是单单只是觉察，养成你觉察的习惯。那么觉察一般依经典来讲，它有两种方法，主要的一种是动中的觉察，一种是静中的觉察。那动中的觉察可能比较不容易修啊。那这个动中的觉察跟静中的觉察，在佛法上就叫做精行跟念坐。精行啊，但动中不一定只是精行，精是其中一个比较容易的。精行、念坐就是打坐、静坐，这个是动中。一般叫做动中禅、静中禅啊，其实动中觉察，我们就用白话啊，动中的觉察，养成觉察的习惯。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平常的网课就是诵经啊，那诵经可以培养专注，还有就是放慢，那么比较情感性的啊，唱歌很投入，唱歌很忘我啊，但实际上啊，那是一种情感的，比较偏重情感的流露。那么你这个部分，你基本上就少于觉察的个性，比较，因为我们的早晚课都是这样，没有那一种，就是比较少觉察的个性。好，那你现在必须，不管你平常做什么早晚课啊，你要记得，你不管平常你念普文品、念金刚经啊、持咒、拜佛、拜忏啊，不管你念什么，你今天回去之后，而且要硕硕做啊，今天回去之后，一天有一次到两次的时间。静坐或精行，那精行可能比较容易，我们先讲这个，就是觉察它有所谓的精行跟念坐，就是静坐啊，或者我们叫禅坐啊，或者打坐啊，这个是静中的觉察。你一定要先培养觉察的习惯，就是不知不觉嘛，烦恼来了你不知，烦恼来了你不觉，烦恼走了你不知，烦恼走了你不觉。那么所有的法，我们叫做一切法，它都有四个现象，简单讲叫两个现象，再详细讲叫四个现象，那一般讲叫三个现象，叫做什么？身、住、意、念。好，你看，先讲这个啊，好，这个插掉，就啊插这个，好，没关系。
是黑板太小还是我字太多、啊、好，那就是我刚才要讲什么忘记了，生住一念，好，生住一念，年纪大了就是这样一切法，一切法的法相就是表象，它显现出来的，显现出来的一切法，诸法啊，一切法，一切法，这个法就是现象。世间所存在的一切现象，它都有四种现象，叫做生、住、意、念。简单讲就是生念，生就是升起、现起的。你这个心所现起，讨厌的心所现起，喜欢的心所现起，不安的心所现起，恐惧的心所现起，就是疑惑的心所现起。怎么我每次听都听不懂啊？启发了啊！哎，这个听得很欢喜，欢喜啊！反正你有很多心所，这个人很讨厌啊，这个人好发心啊，这个人怎么样？我们不断在现起一切的法，但是这个法也不会长久，无常，它一定有四个现象。升起，升起，也许是善，也许是恶啊。然后住就是持续啊，保持啊，一直觉得这个人哇，看到这个人好好，我讲持续了一段期间，持续多久不一定啊。然后意就是开始转变啊，灭就消失了啊，这种感觉没有了啊。现在那个人走了，换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人好讨厌，又开始了啊。换那个人走了，我去走了，我去办其他的事了。然后是想了一天睡觉了忘记了，明天起来忘记了，我明天起来又开始啊，反正就这样，生住意念，生住意念，升起持续转变消失，他不断的这些法，心里的法也是这样，色法也是这样，但是心变得比较快，所以你要观察你的心，无蕴不坏，不坏物就是生跟心嘛，那心最重要的就是心所的转变啊，我们叫做受想行，在这里讲。因为你如果不去察觉的话，你就不断夹杂着这些心所，它带着无明跟贪爱，就是执取，那么不断执取，通常就是无明性的啊。那佛陀举一个故事，他有一天跟比丘讲，他说，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我，什么是我所，都是我，那到底哪里表现出我执来？他说，起眼金色的这个树木。树木那么多，树木掉下来，你们会不会担心？会不会担心？树叶被那个树叶被那个风吹走了，你会不会担心？不会啊，树叶本来就会掉下来。那树叶烂掉，你会不会担心？不会啊。人家把树叶拿走，你会不会担心？不会。但是如果你的衣服破了，啊，你的衣服被拿走了，啊，那你会不会有烦恼？会。为什么？那衣服是我的。那如果是别人的衣服呢？那你就不会担心了，又不是我的，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当我们起一个心所的时候，通常都是伴着我的概念。那么如果有烦恼的话，通常都是伴着我的概念，执取的概念，就是贪。我们说无明跟贪爱啊，术语就是这样啊。好，那但是这一些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发生，我们一天中升起的心所太多了。你什么时候去觉察它？没有这个习惯啊。那如果我们念佛，我们只是好好念佛，你有去觉察我的心在念佛，你没有这样去觉察，你只是专注的把佛念好就好啊，念到佛听得见就好啊，它大概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种你没有这种觉察的习惯，那么现在回去。我们说过觉察，你现在养成觉察的习惯。那么觉察的习惯有动中的觉察跟静中的觉察。那动中的觉察就是你走路的时候脚抬起来，你知道你这个动作，你知道你再放下去那感觉，你知道再抬起来，你知道啊，这个其实是生念住的一部分啊。我们四念住里面提想这样啊，那这个我们先不要去做这个哈，因为太多我们也做不了，那我们也没习惯这样做。我们用静中的觉察，这个比较容易一点。那静中的觉察就是你要找一个地方啊，其实动中的觉察也是要找一个地方啊，就静行，稍微这样走，这样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啊。那静中的觉察就是你要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地方啊，没有人打扰的地方。你家里面如果有佛堂，你就佛堂
净，或是你要知道，第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方法，那么有助于你养成那个习惯，那种觉察的习惯。好，它有三种，我们有三种心要训练。第一个是觉察的心，就是你能够了解到你在做什么，你会这个心先要觉察这个心，那先养成觉察的习惯。那觉察的习惯一开始从哪里培养比较好？就是你不要带感情的，你带感情的它就容易有情感的、有冲动的，有那一种会陷入那种习惯性，那种情感的习惯性。你先带不带感情的觉察，那不带感情的觉察怎么觉察？有关呼吸，呼吸没有散热啊，没有好不好？它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它没有散热可分啊。那你要怎么觉察呢？啊，你看在这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出，若行，若好，若丑，若远近，好。那现在我们觉察也不用这么麻烦，我们觉察这个是观察这个五蕴的色受想行识。那现在我们把它简化，更简单，就是你回去，你可以坐着，那或是躺着也可以，啊，就是躺着，你睡觉之前躺着，但是大部分坐着是比较容易，啊，那躺着其实也可以，啊，就是你就开始观这个呼吸，坐着，找固定的地方，通风的，也不要风太大，也不要都没有风，啊，没有风坐不到一下子就睡着了，啊，没有空气，那风太大也不行。啊，注意这个膝盖啊，然后就不要太冷，反正就是你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吃太饱，也不要太饿啊，就前面稍微注意一下啊。然后坐下来的时候坐得好一点啊，摇摇弄弄啊，坐下来开始观呼吸。观呼吸是一个很好觉察的培养方式啊，所以这个佛陀叫二干呢啊，这论师把它叫二干呢，那重点就是观呼吸。那观呼吸其实，第一点就是先培养你觉察的习惯，因为你没有觉察的习惯，你没有办法觉知啊。没有觉知，觉知就是带有智慧的觉察啊。就好像说，你观呼吸，你知道呼吸是无常的，那个已经无我的，这个已经带有智慧。但是一开始先不要啊，一开始先不要牵涉这么深，一开始只是培养觉察的习惯啊，然后慢慢专注。一开始先觉察，然后专注的觉察，这两种力量已经有了，那么你才有办法进一步观五蕴皆空，观色，不要说观五蕴，先观受就好，就先观受，然后想行，就这样，然后你一个观成功，后面就不困难了。那但是你一定要先有觉察的习惯，后面你的心所升起来的时候，你才能做到舍利佛讲，我心中是觉察，有烦恼起来，我知道。那么这个还没有，当有知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没有办法马上就压制它，或马上调节它，这个还要再去做训练啊。但是我们这个经都是简单讲的而已啊。如果要详细讲，就更讲，所以论就很多啊。好，那我们教大家的就是第一个，你回去啊，我告诉你一定可以啊，就是你回去的时候，你找一个地方。那么找固定，你也可以。如果你每天有做早晚课，你就在你做的功课完之后，但是一般我们做功课都是唱诵，那唱诵有那一种情感式的作用比较大，但也没关系。但是它因为唱诵当时有些专注力啊，那但是你欠缺的是觉察力，欠缺的是觉察力啊，所以你要培养这个觉察。那你做完功课之后，你用大概至少要一开始至少要20分到30分，然后慢慢，如果可以的话，都调整到1个小时啊。但是你时间如果不够的话，至少每天坚持30分钟做觉察培养的功夫啊。一开始不明显，但渐渐就会明显啊。那你就先觉察，觉察什么？觉察呼吸，觉察呼吸也不用觉察到。因为我们现在是做呼吸，而不是做心念的啊。过去内外，现在要求出息眼睛啊，没有，就呼吸长，呼吸短，你就觉察这个粗跟细。基本上，他做三种觉察，就是呼吸的出入，就是觉察力。第一个就是从观呼吸培养起。当然，你也可以做其他的，比如说行住坐卧，但是我们现在越简单越好。
但是每天大家听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做啊，就是我们就做静中的觉察，然后从观呼吸开始啊。那么观呼吸基本上你只要觉察出跟入，然后这个长跟短跟粗跟细，基本上只要觉察就，但你不要去刻意操作呼吸啊，你就是坐着，然后你看着它，你看着它，你不要故意控制它，不需要，你就看，就这个有助于你以后看着心念，你不用去控制你的心念，不用，因为你不控制它，它就自然的生住意念，它不会持续。它之所以一直持续很久，如果你有嗔恨心，它之所以持续很久，是你一直拾取那个现象，一直给它燃料，一直给它燃料，啊，就好像说，你想要你这个火，这个火起火，你想要灭掉它，你拿很多的木材去打这个火，结果越打越打，打到你手上的木材起火了，丢掉，你又拿其他的木材，所以它才一直烧不停的啊。你只要静静的看着它，看着它烧，看着它烧，烧没多久，没有燃料，它就烧完了。那我们的烦恼火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这种习惯，所以我们不知道。你要先观你的心，观到了，你才能够去再用智慧去了解这个心是无常无我。你连你的心什么时候起，发生什么变化，什么时候没有这种心啊，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样去照见无明劫后？不可能。你连烦恼你都照不见啊！你怎么样除烦恼？你连病都不晓得，病的名字都不晓得，你怎么样去买药？你去西药，医生说有病给我药，你要什么药？我哪里知道？你不知道我要给你什么药？一样道理啊！啊，所以第一个，你先训练你的觉察能力，然后慢慢还要训练你的专注，就一直一直保持这样的觉察。那你如果坐着的时候，你就开始只是觉察，觉察到一段期间之后，你就看你的心啊。那其实这个还是要回去训练啊。那现在大家眼睛闭起来看看，一分钟就好。那等一下想一想看你们讲什么啊？等一下眼睛闭起来，那看你的心。至少要一个月，我想啊。那你如果你
专注一点，或是你的习惯好一点，一个礼拜可能就你开始就有那种灵感的觉察能力。那这个时候再来看你的心，啊，那就比较容易啊。所以佛陀讲四念住，啊，观身受心法。那这个身呼吸是观身的一部分，呼吸是观呼吸是身念住的一部分。身念住主要就是动中跟静中的观，那么动中当然不静观是另外一种啊，但主要就是动中的就是啊静，就是观这个行住坐卧与卧动静，你会观察。第二个是观这个呼吸，第三个就是对治的，就是观这个身体的不净三十二身分，这个都是身念住啊。那之后训练有这个觉察能力，再来观这个受，观这个心。先观受，那么心里面最主要的是受，然后这个观心的这个有这个能力，已经有觉知的能力了，然后再把这个无常观带入去，所以叫观心无常，然后之后才能进入我嘛，观法无我嘛，是不是？他就这个次第啊，你好好仔细想，这四念住它就这个次第。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要培养的就是觉察的能力，这个呼吸是属于身体的哦。身体，但是它最重要就是你有这个觉，那个觉察是心嘛，啊，那你先观察这个呼吸，那躺着其实也可以啊，躺着你做那种瑜伽的那种躺法，还是这个卧式的躺法也可以，哦，瑜伽的那种大休息式的躺法就比较可能也可以，也可以这样观，就观呼吸出呼吸入，那把心静下来，但是你要记得，你要观的时候。不要有干扰，因为如果你静的时候会很干扰，心会吓一跳，它会有阴影，啊，所以有些人要不管就是，但是你就是注意一下，啊，那就是在你很急性的时候，忽然之间有电话，你要关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电话转关掉或是转静音，忽然间电话响，你会跳起来，啊，那以后一定要打坐的时候，你就会响，电话会不会响？有声音就响电话了，这个就很麻烦。所以一定要很在注意，就是你开始要独一进出专心思维的时候，那个电话一定要关机，没有关机一定要静音，就算震动也要小小的震动，但不然它震动你也跟着震动，啊，真的我会骗你，这种它会吓到，那吓到就会有阴影，以后不利于你休息，会有障碍，啊，这个要很注意，那你就是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那如果有手机，你就先放在其他远的地方。啊，那你即使听到声音，听不很清楚，但是你没有听到，那关机，那震动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你不要关震动，放在手上，然后一关呼吸就开始震动了，你就麻烦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没有办法休息，就是你的觉察能力，你的心会放在手机上。那你要没有事的时候，你不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事，那你都会失去觉察能力。第一点都一定要这样，就是你真的要修。你就要这样，但是这个不困难啊。有很多人听一听就说：“哎，就麻烦，我还是念佛往生就好了。”我不是叫你不要念佛往生，你还是要训练你的我们对法的能力态度。你一定要训练你对法的认知啊，那要不然你是学佛，但是实际上佛还是教你这些，他实际上都教你这些。好。那第二个啊，就是你这个觉察能力训练好了之后，回去就要做，你试试看吧，不会骗你啊，你就会发现到，大概你用功一下，一个月你就会看到效果，真的，年纪大小没关系，啊，你就是80岁也可以，真的，你就是生病也可以，啊，因为呼吸，生病的人也要呼吸嘛，年纪大年纪小都要呼吸嘛，对不对？没有不呼吸的啊。那只是平常你呼吸你也不知道，啊，那你就这样回去慢慢训练，训练到你单单就只知道呼吸，觉察能力强，这个时候，那你非常的专注，就只是看见呼吸出、呼吸入、呼吸出、呼吸入。一开始不要注意那么多了，你就选一个，就是一开始只知道呼吸出、呼吸入。那有些人还伴着数啊，1到7或1到10。那你不用，你就只是知道出入出入这样就好。那慢慢发觉出入开始可以了，才开始啊，呼吸长，呼吸短，
呼吸长，呼吸短，然后慢慢出跟吸，出跟吸。那这个是身体上的而已，身体上的你要先训练过来，因为身体的比较容易，才能够找到，因为心理的更微细，看不见，啊，看不见。那你这个身体的你都没办法观察，你怎么关心？那所以你要基本上才会瘦，然后从各个角度去观察，那么是内是外是出是细，做好或丑或圆或久，啊，那清晰的不清晰的，你这个心念，啊，你看我们眼睛闭起来，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要想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想什么。那正在想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啊，我这样想就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了，烦恼就一直去。那所以他通常会这样，因为你不知道啊，所以他会形成啊。刚才有讲那个啊，那个不接啊，我们看一下，爱念难着。他说：“眼视一色，爱念难着。你爱念难着后，常依一事。”啊，好，那唯彼复故，若不取故，不得见法摩涅盘。好，而彼者这一事，亦复如是。好，那么根尘是六根六尘六识，那么合啊，就产生触具受想识。好，那因为你不知不觉带着这个无明跟贪爱，你的感受，它会因为你这习惯性的反应，这个叫做习惯性的反应。后来就形成习惯性的反应，感受会越来越什么？越深刻，感受会越来越深刻，感受越来越重啊，这种感受啊，就是越来越重，那么就是越深刻一样，印象也越来越深刻，那反应会加速啊，就是这个感受会加重，印象会加深。反应会加快，它基本上是这样。那变成我们的烦恼，就无形中自然而然就这样做。举个例来讲，你今天因为这个人讲一句话，你很讨厌。刚开始只是感受讨厌，你没有发现。那么下一次再这个人再讲，你就更讨厌了。就是他第二天再这么讲，我就更讨厌他了。他就感受更不好，情感上的他就更不好，我更讨厌他了。第三次再怎么讲，我恨死他了。就他习惯，后来再遇见他，即使他没有讲，我也很讨厌他，是不是？即使他没有讲话，就算他讲好话，我也觉得他假的，假装的，对不对？他一定有企图，所以你们对这个人的印象认知嘛，这个叫做印象取向。你对这个人的印象已经僵化、固定化、模式化，那么你的情感他会不断通过这一次，他会不断的加重。就算这个人他今天没有这样讲，但是你看到他自然就升起这种不好的感受，那每看一次他就加重一次，那他有讲加重的更快，那么认知就是印象更不好，他会加深，那反应更快，刚开始是听他讲完我才生气，现在他一讲我就生气，然后再来他没有讲我就生气，就是这样。那你有没有察觉到？你没有察觉到。那我们的日常模式就是这样的，你好好想，你好好想。那你要脱离轮回，你必须脱离烦恼的状态，是不是？那这个就是烦恼的状态啊！大家都这样啊，那你知道你是这样的吗？不知道。那你怎么你怎么坐在那边照旧理解后？没有办法，是不是？是我一我现在先不要讲我不我的啦，是不是？那这一点要先知道。所以但是这个你要知道，你没那么容易哦。你先要有觉察的能力，你都没有觉察的能力，你都没有发现你内心已经对这个人的感受，不管是苦受热受，这个人的印象，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好丑嘛，啊，不管是好不好，不管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啊，这种感受你都不知道，然后你的反应，啊，你是对的或不对的，你都不知道。我这样的反应是对的或不对的，是造业、造善业还是造恶业？是有漏的，是无漏的？是夹杂烦恼，是不夹杂烦恼的？你一概不知，你只知道他很讨厌，我很生气，啊，你只知道这样。那你这样怎么样？没办法。所以我们通常是去觉察的能力，你必须要觉察。那你如果这样训练之后，你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人讲这句话。我还是知道，我
生气，我知道，但是我已经知道我生气了，我控制我的生气，因为生气是不好。我开始会控制我的烦恼，因为我看见我的烦恼，我不是看见他的烦恼，我也看见他的烦恼，我也看见我的烦恼，但是个人处理个人的烦恼，对不对？我处理你不了我的烦恼，但是我不要受你影响，我要控制我的烦恼，因为他着重要照见，他着重要除去他的烦恼。佛法没有什么，就是在别人会起烦恼的时候，你不起烦恼，这个是最厉害的。那么再来就是在你已经起烦恼的时候，你不让它扩大，不让它延续，啊，那真的没有办法不起烦恼，你就不让它延续。那你怎么会不让它延续？因为你看见烦恼，你都不晓得你起烦恼，而且不但你起烦恼不知道，就算你知道，我就是要这样，啊，那你不把烦恼当烦恼。那你就会持续，那么我们的心就持续在这种烦恼的运作当中，不知不觉，不知不觉，造了很多业，就养成习惯了，所以感受就越来越重，印象就越来越深，不管好不好，反应这个意志行为反应，啊，就越来越快，啊，就之前比如说啊，听妈妈在念，啊，或是看见儿子怎么样，啊，妈呢刚开始念。耐心听他听完很不舒服，听到一半不想听了，啊，然后再来他要念我就走了，啊，我就这样。那么这种都是就是我们的习惯性反应，你就会发现我们都在这个模式里面，心都在烦恼的模式里面。那么这个叫做色受想行识，它本来就这样，啊，那你要照见五蕴皆空，色受想行，你要先了解五蕴是怎么运作的，身心怎么运作，烦恼怎么升起。那简单，你起烦恼的时候，你就看见烦恼升起，你不要一开始，你也不要刻意去控制它，不要，你就只是很单纯的观察它，烦恼升起，啊，哎，没有多久，哎，烦恼消失了，因为烦恼升起它有因缘啊，你这个因缘，你没给它后续的能力，你冷静的观察，它通常不会持续太久，啊，我对这个人生气，我对这个人生气，我对这个人生气。我起烦恼了，我起烦恼了，我起烦恼了。你单看这样看，你就不会起烦恼，啊。那你念的不是这样，这个人很讨厌，这个人很可恶，这个人怎么样？那么他就根尘是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升起无明。那么这样你就没有办法。那当你这种觉察能力加深的时候，你觉察的能力慢慢慢慢觉察你的心的变化，升起。持续的升起，转变了，慢慢慢慢消失了，消失了，你就慢慢看见这个心的变化。你学会看心的时候，那么慢慢再去，后来再从这个看心去观察它心的变化是无常的，因为生住意灭嘛，哎，它不断在变化，它不断在变化，它要走的时候你留不住，它要来的时候你挡不住。一开始是这样，后来你就能够，因为他会起烦恼，是因为你根尘是你无明相应的嘛。后来当你清楚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来，根本就没有。但是一开始我没有办法，烦恼要来的时候我挡不住，烦恼要走的时候我也留不住。但是当你持续的时候，烦恼就会走了；当你持续的时候，烦恼就会走，它就会持续一直持续。所以有些人会恨一个人恨一辈子，就是这样。一辈子啊，为什么它持续啊？那现在就是你看见这个烦恼，你看见这个烦恼，你只是很客观的，像第三个人啊，就像说，哎，很简单，你把自己抽离出来，就是没有我所，把自己抽离出来啊。比如说，我叫吴正，吴正刚才被骂了，他为什么被骂啊？看他被骂，我很生气，看他被骂，他非常的生气啊，我应该怎么安慰他？就是你把自己抽离出来，那用第三者的角度，因为你用我的角度，它就带着情感的部分在里面，还有带过去你的习惯性的反应在里面，所以你就不容易很客观的来，很冷静的，很只是单纯的觉察，你就不容易。所以你把自己抽离出来，试着，你们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在劝别人的时候讲的都是道理，可是，在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道理，对不对？啊，告诉别人，哎呀，其实你不要跟他计较，等到你遇到他的时候，你还是跟他计较的要死，因为他不是对的。所以，但是
这个其实是可以训练的，你把自己抽离出来，把这个当作是第三者，把自己当作第三者，那你不是当事人，那慢慢学会这样，那以后你再观察一件事起烦恼有情绪，特别是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烦恼都叫做负面的情绪啊，不管是喜欢讨厌都是，从佛法来讲都是负面的，但是从社会来讲来讲就是讨厌是负面的。好，那其实喜欢带有爱染的部分，它佛法来讲也是负面的，但是现在我们学会只是单纯的观察，那这种学习要从只是单纯的观呼吸里面学习，那如果你能够这样学，慢慢先培养，你要记得先培养觉察的能力，然后再培养专注的能力，但是在觉察跟专注可以同时运作，就是非常专心的如理思维，专注专心思维，然后持续这样做，然后渐渐你再把所有佛法学习的无常，来看见它的无常，之前先不要看见无常啊，之前你教他的东西你的心应付不了，你就是很单纯的就只是观察，那慢慢再看到他的身体出跟入，它就是无常，出跟入就是无常，有出有进就是无常，但是先不要带很多的东西，就是先这样单纯的观察，那因为观察会越来越细，越有越细，你能够观察到越来越细，你的心就越来越灵敏，那个时候你稍微起一点烦恼你都知道，那现在是我们起了很重的烦恼我们才知道，甚至是已经起烦恼的自己都不知道，就算是知道你也不认为我是错的，就是你还不认为这个是障道的烦恼啊，就是都是他害我的，他如果不这样我就不会这样啊，或是我这样修理他是为他好的，你就会有很多理由，那么你把你的烦恼合理化，你把你的我执正常化，那么这一些它就会造成你不断的造业，所以你其实修行啊，就是先撇开这些很多的经典来讲，它其实这个佛法讲四念住气就是这样修的啊，先叫你观这个身的简单做觉察，觉察之后你非常的专注，心有力量的觉察，有力量的觉察，持续的觉察，然后慢慢有智慧的觉察，有智慧的觉察叫做觉知啊，他已经带有智慧了啊，就知道他知道这个烦恼是不好，这个烦恼是好，这个烦恼是无常，那么为什么是无常，因为是无我，才开始有这种观察，那么有觉知的时候那才会觉悟，觉悟就是很彻底的完整的觉察，就是有智慧的觉察，彻底的有智慧的觉察，它基本上就是三个程度，第一个就是觉察，单纯的觉察，第二个就是专注的觉察，那么带有智慧的专注的觉察，然后就是渐渐圆满彻底的觉察，已经完全了知了，完全了知心的状态，非常的清楚，没有任何的疑惑，那么这个时候你完全就自在了，因为你不受这个心烦恼，因为烦恼再也进不来，一开始是烦恼进来你不知道，然后之后是烦恼进来很久了你才知道，那再来就是烦恼一进来你就知道，知道是知道对治不了它，然后再来是烦恼进来了你知道你可以控制它，可以远离它，再来是烦恼进来了你就可以制服它，再来是你把烦恼挡在门外，根本就没有烦恼，烦恼进不来，一起烦恼就知道就挡住了，还是会起烦恼，但是要起烦恼的时候你就挡住了，然后再来的时候根本就不起烦恼，那基本上这个就是过程了，不知道这样讲你们回去可不可以，这样你们会不会也听不懂，应该这样是可以的，听得懂，是啊，那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实际上问你，听说有很多人要问我不明白啊，没关系，你就问了。我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因为修行实际上是可以实际操作的。那经文讲的这些，因为我们是有文字上的，我们没有习惯啊，
所以你回去记得，你回去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那有些人平常有做功课的习惯，那但是做功课不要太激情，因为说我们泛拜唱歌也是太激情了，就是那种情感的作用很丰富了啊，那就是容易有那种就是失去觉察的习惯。那现在就是要让它慢慢恢复比较静的，因为你这样你才能够觉察。所以即使你看他告诉你你要休息，还是要找一个林边树下独一静处，有没有？就是你没有太多干扰，而且就是六根对六尘的攀缘不重要啊。那因为我们的早晚课容易就是法器啊，然后唱诵啊，然后那个音阶啊，就是会让我们处于一种律动，比较这种好像比较情感的律动里面。那这个有时候，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观察，就是观察，但是比较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容易随着那个律动摇摆啊，就音乐来了就随着跳舞这样啊，那个心就会随着这样。那我们说过，那不管你有些人有，其实你只是这样简单诵经，有些人要照音诵。有些人要敲法器，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在家的话，自己如果有诵经的话，就尽量只是，也不要有唱歌式的啊，那就简单的就是念啊，不是我一直我在守卫国，就是那也不要太大声，就是很简单很平常的这样念。那念了之后啊，如果你习惯念了，你就念也没关系啊。那念完了之后，好，你就坐下来，就开始观呼吸。那如果你坐不久，你坐是这样，你不一定要盘腿，不一定要双盘，啊，不一定要摊盘，上盘也可以。如果你年纪大，腿没办法坐，你就坐椅子也可以，其实都可以的。它重点不在坐，重点在观，啊，你知道吗？其实你就坐椅子，那但是你就是不要靠啊，那。但是你要靠那也没关系啊，但是就是尽量就是坐直，然后就开始观，开始观，就很简单的只是观呼吸，出入，观到很细的时候，你可能观得到的时候，你就观这一点，啊，因为气息出入可以透过这一点，啊，你就那一点有出有入，有气进来有气进去，那观到很专注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好像没呼吸，其实那个还不是，啊，真正没有呼吸是四禅才没有。啊！但是你会忽然之间，因为你那个心没那么细嘛，啊，就你渐渐观，渐渐观，观到可以的时候，这个是第一阶段的，先有觉察的能力，然后慢慢这个就是观身了，啊，身念住，然后慢慢再观这个受。那么受在哪里观呢？啊，其实基本上受就是啊，刚才讲啊，这个根尘识啊，那我们的这个刚才讲第几经里面啊，那么眼识于色啊，爱念难着。耳对声啊，一样，就眼六根是眼，眼视于色，就是这个六根六尘，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啊，那重点是眼跟耳啊，那么色声，那么有视啊，所以根尘视嘛，啊，这加起来就是五蕴啊，然后爱念难着啊，就是那刚才舍利弗讲的，哇，对这个境界有没有直取啊？上次我们讲。佛有一法执取而无罪过者啊，如是思维都无一法执取而无罪过者啊。其实这个是重点式的说了，那详细的其实你不执取，哎，这中间过程还很长呢，啊。那当然就是我们先知道一个大概，然后再就好像说啊，你到台北啊，你就坐几点几分的高铁就到了，讲三句话而已。但是实际上我要出门，要坐计程车，要搭上铁，要等时间，要坐啊，它一样一段路程长。但是它实际上是就是简单这样讲，你回去再慢慢这样修，啊，然后其实不难，啊，下个礼拜我们还有啊，我们来先问看你们修的怎么样，经过一个礼拜吗？啊，我们再来看你是看到了什么，或是你的觉察能力到了哪里，啊，回去要练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天天都要练哦，每次要练半个小时以上，啊，真的你要这样做，你如果不这样做，等我听我回去。我练的是我的，你练的是你的，你哪里知道我练到哪里，你练到哪里，我也没办法。那你一定要回去这样练。第一个，先从培养自己的觉察能力开始啊。那它是思维的一部分，但这个思维没有带什么，就是简单的思维。它其实也是独立思维，你懂吗？那么再专进思维，然后再持续这样啊。那后来的那个独立是带有智慧的。
那你要这样做，做了之后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到你安定了很多啊，真的。那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卧室也可以啊，但是你不要躺着，一般躺着不容易会睡觉啊。那你要睡觉之前稍微做一下练习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直接躺在床上一下就睡着，没办法啊，没办法啊。也不要很累的时候也没办法啊，你不要弄到很累才坐下来，师父告诉我要观察，观一观就做梦去了 啊，这样没办法。所以你大概一个礼拜你就会稍微应该就会稍微有效，如果你专心一点的话，每次20分到30分啊，真的有可以吗？可以啊，可以，你们可以，后面都不可以就是了啊，什么问题啊？你师父，我有一个问题啊，好，我们挂呼吸的时候是不是吸进去以后呼出来要比吸进去更慢？没有，我告诉你不要控制它，不要，你只是单纯的观察，就好像走进去的是一个人，走进来的是一个人，你只是看着他走进去，看着他走出来，你不要说你走太慢了，走快一点，不要这样，因为你后来变成控制呼吸就不行了，它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控制呼吸已经不是单纯观察，不是单纯觉察，是你的心在控制哦，那个就已经是心所的一部分了，那你就是。这个就会变得更复杂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看到呼吸，但是你的心就做习惯的控制，这个跟起烦恼一样，它是一个心锁，所以你绝对你一开始观察的时候，你不要控制呼吸快跟慢，而且还要控制呼吸长短啊，出进去的要比较长啊，出来的要比较短，不要这样，你没有什么，就只是单纯观察。记得单纯的观察啊，那我们只是要培养那种觉照的能力，观察的能力，只是要培养这个能力而已啊。就好像海关的人进去出来，进去出来，你管他穿什么衣服，你管他黑人白人，你管他走路快慢，你只是要知道他进入了，进来出去，进来出去，这样就可以了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要问，你们不是很多问题吗？啊，怎么现在都没问题了？啊，有问题又没关系啊。我们实际上，你如果不知道怎么修，我们可以，因为我不晓得你的问题在哪里啊。还有没有？没有啊。其实我之前练大周天、小周天练过一阵子，啊，这个心是一样的。那他会有忽然之间好像失去，你光看不到呼吸了。那其实不是，那个是你的心失去觉照，因为我们在这种习惯当中，就忽然之间，啊，就好像我们念经念，嘴巴在念经，心里面已经在念经了，有时候会这样，就失去了，哎，就很久才知道，哎，我已经嘴巴还是在念哦，但心里面已经没在念哦。还是会这样，就是这种习惯会造成你变成一种，就是会飘掉，心会飘掉，就是你的心已经没有在觉察，你本来观呼吸，但是观习惯了，你就变成有一种不用那么用力去观，不用那么专心去观了，啊，就这样，那个心就会走掉，就这个时候再拉回来就好，啊，就拉回来就好。那有一些人比较特殊啊，就坐一坐观一观，他会有什么灵动的现象，或者什么灵的现象啊？这个时候啊，你就先不要走，就起来啊，你不要觉得那个很舒适，那个不舒适啊，那个也不可怕。有些人就觉得哇，好害怕，我会动；有些人就觉得哇，我好厉害，我会动，啊，都不是，那个没有什么，那个就是纯粹只是身体上的一种反应而已。你既不要害怕，也不要喜欢，
那如果会持续的话，你就叫他不要动；如果会持续的话，你就起来走一下，清醒一下，然后再做。啊，其实是这样。啊，这个先训练好，这个先训练好，就是觉察能力先训练好。那么训练到一个期间，我们再来说怎么观这个受。啊，观这个受就是这个感受啊，因为心所里面感受是比较，就是那个受是比较算是比较主要的，因为那感受就影响我们，我们感受好不好就影响我们，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对这本的印象。感受影响我们的印象，加深我们不同的印象，然后会造成我们不同的反应。那所以一般来讲，所以深受心法它是这个刺激来的嘛。啊，那我们就先从这个观这个身，啊，先培养觉察能力，觉察能力。那觉察能力其实，单单一个礼拜还当然还不稳固，要一段时间。但是一个礼拜基本上，如果你专心了，而且你有意，已经可以稍微知道，跟以前，你现在看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一定会这样，就是你比较能够觉察自己的心念的起伏，然后慢慢再来看他的身住意念，然后再来看他的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息、好丑、远近，其实是这样的嘛。那当然不用我们这样讲。清晰不清晰，那个心啊，那个印象啊，清晰不清晰啊，它好跟不好啊，那是内是表面的还是里面的啊？是全面的还是只是表面的？是里面的是外面的啊？是一以过去的，一以未来的，一以现在的啊？那这个我们才慢慢会清楚的，一下子当然没办法想这么多啊。但是现在就是只是观察这个觉照能力，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不要讲太多，讲太多大家可能啊记太多也记不来啊，有没有啊？不要只是默默的看着我。如果假如虽然说要就是观呼吸去觉察，有觉察力啊，在培养专注力、有觉知力，但是如果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虽然就是。平常说自己已经可以在根尘是和合深处的时候，就是能够马上觉察到说，哎，我烦恼起了，哦，我要去止住它，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要进一步怎么样去再用功？这个时候就要知道烦恼是怎么升起的，因为你只知道起烦恼，你不知道烦恼是怎么升起的，就有点像你只知道我有病，我不知道是怎么生病的。你虽然吃了药暂时会好，但是下一次你还是会再生病，啊，所以他必须要先知道烦恼的根源是什么，是怎么样依根尘是怎么样升起这个烦恼，那么再从那个地方一的克制，啊，这个有时候就讲到所谓的啊，这个无明缘起行缘是四缘名色名色六六六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取，啊，就这个部分，啊，这个佛法就讲到所谓的。六受生、六思生、六想生、六爱生，就讲这个。那这个就后面就复杂一点，我们就先不讲这个。这越讲大家越迷糊，啊，越讲越多呢，大家吸收不来也麻烦，啊。那这个就是后面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心怎么一个变化，因为起烦恼一定有一个因啊。那这个因当然根本就是无明跟贪爱，但是一下子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到那么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控制。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控制烦恼，然后才能调伏烦恼啊。但是你要不要知道怎么控制啊？其实这样，所以要用很多方法。那我们现在就学习这个方法，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有觉察的能力啊。这一点我们是没有的啊。你回去再试着把眼睛闭起来看看，看你又觉察到什么？你会发现到，我觉察到我不会觉察。那这个也不错了，一开始先知道这样，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你看起来那么聪明，讲一下，啊，有没有问题？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因为这次法师来到，已经到。
是不是讲的更深邃？啊，有时候我突然间，我自己知道更深邃，我们的爱情所影响到的分别，还有比较计较这些东西，这些都是生活上都遇到的烦恼而造成的种种的原因。啊，有时候我看到就说很奇怪，跟这个讲话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很多师父或者很多人都说我讲话很大声，有时候也觉得我自己跟我说好朋友，我讲话很大声，有时候也觉得我讲话很大，可是有时候很奇怪。自然呢，这个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会以平常的声音跟他讲。可是另外一个人跟我讲话，我自然呢，我就会很大声讲。可是我又不是说对他有偏见，我讲。可是为什么这样？有时候我就在讲说，是我在去分别这个人吗？还是我在去执取这个人的东西，在造成说，为什么跟他讲话会有效？为什么跟这个讲话又那么大声？为什么跟这个讲话又低声细？有时候我在看我的心，因为我的心是很平静啊，可是我又没有说很急躁，啊，怎么会这样？那我要如何能前进呢？这个就是啊，我们在反应的时候，一定是经，一定基于过去的习论，就是说我们在反应一件事，一定跟我们的过去经验有关系。比如说，我跟我爸爸讲话，我爸爸原来有点重听，我一定要很大声，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他听不到。那如果他对我听不到，我一定要他左边去听，左边去讲。那这是什么？已经跟过去的经验有关系。那么如果说这个人平常给我的印象不是那么好，那么无形中对他讲的口气就不是那么委婉。但是这背景就是习惯，我后来就变成我没有特意不喜欢他，但是我的内心潜意识里面有这种习惯，那是来自于他以前给我不好的印象。就是我们讲过，那么这个印象会加深，到最后变成一种习惯，你也忘记了，但是他还保留那种习惯在，他自然而然是这样的，啊，所以他慢慢慢慢就变成我们心的一部分，那你也不知道，后来你也忘记，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但其实他是有原因的，他一定，你再细一点，你就可以看见，其实是基于，其实我们的心不够细的，那因为我们也没有这种习惯去看那个。看那个心嘛，就是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反正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用去特意去观察它。那当你够细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你就看得到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啊，原来是因为这样啊，其实是这样，就慢慢慢慢培养。那这个其实你会反应，你怎么反应？这个思就是反应嘛，所以它叫做显嘛，受想显啊，它就会造作动发生口啊，动发生口。动发声口，所以你决定要对这个人讲话比较大声，比较小声，啊，你跟我一样都讲话大声的，但是你比我厉害，你可以控制大小声，我没有办法，我每个人都很大声。我每个人跟我讲话都很大声，啊，都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心理跟习惯有关系，但是跟你的经验，佛陀曾经跟比丘讲，还没成正觉时。他自己观察自己的心，在过去多，在现在多，还是在未来多？在未来是比较少。我们可以回去想想看，这个在杂含第几经里啊？你们可以去看。他说，在未来的心比较少，在现在的心多一点，在过去的是最多的，因为我们受过去的影响是最多的。啊，这个在第几经？我看一下。啊，杂含21经啊，我们想一下。这个就是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好，还是写一下。我有时候不太想写太多经，因为你们已经觉得太多经了，啊，已经吸收不了了。那杂含21经，他说：“佛陀说，世尊告诸比丘。”这些经，我给你们讲的这些经都很好，你们可以就是慢慢复习，然后就是把它串成起来啊。其实这是你的修行。世尊告诸比丘，我习未成正觉，这个是世尊自己的经验哦。他跟我们一样还是凡夫的时候，啊，他是怎么修的哦？啊，我习未成正觉时，就是他还没有。觉悟的时候，他怎么样去觉知，怎么样去觉察，啊，你看，当然我们还要再往前，啊，我习未成正觉时，都还没觉悟的时候，
独一进处啊，你看都是一样啊，独一进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专心思维，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通常听一听，我们没有实际上去做啊。你们听了这几天有没有独一进处、专心思维啊？有时候没有，然后没有就没办法，就是你就不容易相应嘛。那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够细，就是你会模糊模糊啊，大概这样啊，专心思维。独一进出禅师思维啊，其实就我们讲专师思维，但是它的结果永远是这样啊，禅师啊思维，自心多向何处？我这个心，平常如果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执着在哪里？多向何处？观察自心啊，你看它也是这样。观察自心，他现在观察自己的心，看见自己的心，然后怎么样？就是多足过去无力功德，少足现在无欲功德啊，这个无欲就是眼耳鼻舌身对色声香味触啊的境界了。少足现在无欲功德啊，足未来世转复为少，少足现在啊的无欲功德，足未来世转复为少啊，就更比较少了。未来世是模糊的嘛。不确定的嘛，那现在是确定的，还不是完全确定，但过去是已经确定的，已经发生过的嘛，那个经验啊。那么我观多足过去无欲心啊，他这样观多足过去无欲心啊，我观，你看他怎么处理？我观多足，因为他发现了这个，他心其实是。受过去影响的比较多啊，我观多足过去无欲心，我已经知道了之后，极生方便精勤之物啊，他自己就去克制他，极生方便，用很多的方便，当然到底用什么方便啊？后面讲极生方便。就是用方法去调伏它，精勤自护，护持自己的心不再随主这个无欲的功德，啊，就是非常的努力，啊，精勤自护，护自己的心不去追逐，因为这个是比较多的，所以要把很多的心，我们的习惯性反应都来自于我们过去的经验，那我们这些经验有三个特点，一个是错误的，一个是盲目的，一个是直接的。错误、盲目、直接的反应，你是好好仔细想，啊，就好像我看见这个以前不耐烦，现在讲话自然了就不耐烦，这是重点，啊，那么就是我们的基于我们过去的经验，它有三个特点：错误的、盲目的跟直接的。那么，所以我们讲过嘛，他的情感感受会加重，认知会什么加深，印象会加深。对这个人的印象，然后对他的反应会加快，就直接。但是这个很多都是夹杂无明跟贪婪，所以它是错误的，它不是正确的。然后它是什么呀？啊，它是盲目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它是基于过去的。好，那么极生方便精勤自护，不复吝随过去五蕴功，不复吝随啊，就加起来，就我们把它写在这里。不复吝随，你看，就是你想办法克制它，调整它，不复吝随过去，不复吝随过去无功德，就是你会发现心随着过去的习惯，现在克制它，不让它随着过去的习惯，过去无欲功德。不复吝随过去无欲功德，
我已是金钱自悟故，我已是金钱自悟故，还是写下啊，我已是金钱自悟故，我用这样的努力。他当然讲是几句话而已，但是他可能经过了几个月，那我们可能要几年啊，不一定啊。我已是金钱自悟故，他是成佛再来回想，当然就很快啊。但是在成佛的过程中，就慢慢也一段经历哦。就好像六年苦行，四句话，三秒钟都讲过，一秒钟都讲过。可是六年苦行，这个要持续，要不容易呢。啊，我也是精勤自悟故，渐渐渐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是这样成佛的，他是这样成就的。就渐渐，你看他是渐渐哦，他不是一下子哦，啊，渐渐。渐渐近啊，就接近阿耨多罗三藐他们就正觉了。所以觉察到觉知到觉悟，它有一个过程啊。那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觉悟了，无上正等正觉，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他告诉你啊，三藐三菩提，然后告诉你汝等亦当如是。他告诉比丘：“吾今一当增加之后，一当不久得尽诸漏，你也可以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其实是这样。好，时间到了。你看我写字很难看哦，但是我也改不过来，不晓得为什么。我以前可能是练草书练习惯了。这个我们先讲几句话，还是简单的，就是说第一个心经本来就不容易，那心经是其实是佛法的核心啊，就是但是我们直接，因为我们没有那种习惯，那么直接要踏入到佛法的核心当然就不容易，可是习惯是养成的，那我们过去没有这种习惯，我们过去习惯以情感式的佛教，现在我们用理解式的、佛法式的、觉察式的佛教，啊，我们稍微要转下来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偏重在增加信心，情感式的是对增加信心很有作用，讲佛有多伟大，佛的功德有多殊胜，啊，念佛有多殊胜，佛有多厉害，啊，你念佛会多殊胜，这个是比较情感式的，信仰式的。那么这种信仰是你要生，你才能够继续往前。你一个信心不生，你就会退却，那是你没有办法努力。所以精进是由具足信心来的，信进念定慧吗？所以你必须要具足信心，但是你不能只是情感式的信心，你要对佛法有那一种，就是理解式的信心，叫做信解行证啊。那么理解式的信，理解会加深你的信。会提升你信的层次，啊，那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开始是我们做转变的时候，就是由我们的一个信解行证，开始由只是单纯的信，变成是理解的信，解信。解信之后，那么透过修行，那么的信那又不一样，就变成是我们现在要从不知道般若变成要先。我们刚才读那些经其实是文字般若而已，那文字般若要透过思维，如理思维、专精思维、说说思维，要把它转成一种观照的能力，就是观照般若，就是你必须要先养成这种能力，那这种能力要养成多久不一定，看人，看你的怎么训练，你的训练方式、你的精进程度，每个人不一样，还有你过去生所累积的，有些人过去生累积的强，像舍利弗、目犍连一听缘起记他就开悟啊，那有些要听很久想很久才开悟，有些听很久想很久也不能开悟，那么这个跟过去累积有关系，但是不管我们过去有没有累积，我们现在都开始累积，那么如果过去有累积，那么现在就很容易成熟，如果过去没有累积，那么现在累积未来也会成熟啊，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培养我们第一个就是先闻熏习，就是经典，然后开始培养我们观照的能力，你才能够照见无间光。那先不要讲，先不要讲照见，先讲这个照，然后再能够照见，就是觉察后才有觉知嘛。
然后才能觉悟嘛，然后才照见五蕴皆空嘛，那基本上是这个层次啊。啊，那这个也不要急啊，但是要有耐心。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就是信心的层次啊。那现在进一步啊，信进精进啊，透过受受熏习啊，受受思维，那么精进，那么养成正知正念的习惯，那么这个是带有智慧的啊，带有智慧有觉知的。但是现在先有觉察的习惯，觉察，然后觉照，就是觉知，然后就怎么样，可以觉悟，啊，觉悟就是彻底的了知了，啊，那现在的觉察只是，啊，只是单纯的觉察，啊，那慢慢才，先看呼吸，看完了之后知道呼吸的无常，知道无常从无常中透露无我，简单讲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要操作很久了，啊，然后慢慢。一开始知道之后，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里面，真的就可以啊。我们下次再来讲啊。那你们回去一个礼拜，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怎么样。你不要来了告诉我，你不能回去了。大家合掌一下。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